好了，我们来到第三十届关怀杯的现场，花莲棒球场 ，Let's go！看棒球就是这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女生超强的，女生也很强，女生也很强。哦，他这次呢，冲绳的石垣岛呢有过来打，第一次呢有冲绳的队伍呢，日本球队来台湾打比赛。Sawa!
好，我们这一次来看关怀杯好不好看？很可爱耶，第一次参加关怀杯，很可爱的小朋友们，也紧张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一直在唱歌，在唱歌，在唱歌。没有啦，这个没有啦，这个是练办比赛之前的布帘。没有，下个礼拜啊，12月2号先摆起来而已。嗨嗨2023的关怀杯在花莲，明年的话2024在台东，所以呢今年没有来的话呢，记得明年台东。那以上影片呢希望你会喜欢，一样的如果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，我是 Jerry， 下次见咯，拜拜。